平腰不带，仅靠天赋回血，我赚了250万。今天这期的运气啊，真的不是一般的好。如果我开局不说靠天赋回血，有人还可以发现我其中的奥秘的话，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啊，说明啊，你会玩地铁。杀一个人回复能量条，利与弊相存。刚土匪战斗有人开枪，瞅一眼去。听说国际服啊，下赛季会修复轨跳，所以啊，咱们赶紧趁这赛季能用就多用用。脚步声在墙外面。我去，第一次见主动把背身留给敌人。哇哦，又加了一点能量条。话说现在旋转楼梯的老六玩法也是越来越多了，要么四个榴弹轰得你脑瓜子嗡嗡的，要么二楼都能开天眼的老六怼脸就给你一大逼刀。所以下去前啊，一定要捏个假人。咦，那人呢？哎呦，这熟悉的身影，这不是全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，连博尔特都只能望其项背的蓝色妖姬吗？英雄可以受委屈，但是你不能踩我的希尔西。